首先是我们的双控三路开关进行的遥控对码，很多客户说不知道怎么对码，今天我们就教你怎么对码。然后是这是双控开关的一二三全部打开以后，然后用副开关一二三分别关闭。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是轻码，10秒轻码。轻码以后啊，就是主开关跟副开关失去联系，就是副开关就也控制不了主开关。主开关还是一样，单控灯具，主开关是没有影响的，只是副开关跟主开关失去联系。那我们现在3秒学码，学码之前呢，灯是关上的，然后手按住3秒，一、二、三。然后灯具熄灭，我们就按住对应的键按钮按几下，然后就主开关、副开关、主开关、副开关，然后我们切第二个键，跳，然后就是对应第二个。我们再切第三个键。按几下，然后主开关的一、三，这样的话，主开关跟副开关都是学码成功了。那有的客户我们想还有想加个遥控器，那么遥控器我们实现单开单关的控制，比如说1号键，让1号键控制1号灯，那么1号键开，2号键关。5秒，我们按一个一，然后熄灭，按二，然后就1号键开，2号键关，1号键开，2号键关。这么就属于单开单关，1号键开，2号键关。我们写第二个，我们好，然后用这个键开，这个键关，单开单关，第三个键。开关，开关。OK，就这样。